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尤克里弹唱曲目呢，是来自邓紫棋的《后会无期》。那这首歌呢，和弦有一点点难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，C 和弦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品 ；M 和弦用中指放在最上面这根弦的第二品。好 ，G 和弦食指放在三弦二品，中指放在一弦的二品，无名指呢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D 和弦呢，用这三根手指头同时放在四弦、三弦还有二弦的第二品。好，那因为它们之间呢非常的近，有一点挤，大家尽可能把手指头垂直于指板。E-M 和弦，食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二弦第三品，无名指放在三弦的第四品。好 ，E-7 食指放在四弦第一品，中指呢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下一个呢是 C-M 和弦，你要用食指同时压住一二三弦的第三品。那后面呢要用大拇指帮忙往前顶，有一个像捏住的力气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是最难的，你要用食指同时压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二品，然后同样呢后面大拇指要帮忙往前顶住。如果你一根手指头按不住，可能有一些发不出声音的话，就是那一根琴弦没按准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把中指叠上去。OK， 这是我们和弦的部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看右手要学的节奏型。右手要节奏型，这三根手指头同时抓起三根琴弦，下面两个一二弦跟上面的一弦抓起来，然后拨三弦、二弦、一弦、二弦、三弦。有一个口号呢是抓三二一二三，抓三二一二三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按住一个 G 和弦，就弹抓三二一。二三换成 EM， 抓三二一二三换成 AM， 抓三二一二三。好，那刚刚这三个和弦呢，弹完之后再弹一个 D 和弦的爬音，就是前奏啦。那大家在弹的时候呢，和弦转换之间呢不能卡顿，要练到非常熟，就会变成抓三二一二三，三二一二三，抓三二一二三。就是前奏啦，大家有注意到哈？我在念节奏型的时候呢，故意念得很夸张，抓三二一二三，抓三二一二三，就动次次大次次动次次。那如果你能把这个节奏型掌握好呢，再把和弦练熟了之后，就可以合起来了。试着把唱词带进来，当一艘船沉入海底。是他最后一句，在后面呢有个波浪线往下的啦，这个啦就是一个爬音，爬下去就可以了。那有些朋友觉得有点低，如果你要唱跟邓紫棋一样的 key 呢，你需要用一个变调夹夹在三品的位置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变调夹的隔壁品就会变成第一品，这个时候你的 G 和弦就变成这么按。我们继续唱啊，音又升高了，有没有？抓三二一二三，打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那第二段的部分啊，跟第一段就完全一样了。那如果你觉得唱邓紫棋有点高呢，你可以降一点，比如说夹在二品也是可以的哈。所以呢，大家呢变调夹就根据自己的音域来做调节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这节课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。节奏型如果掌握之后呢，大家可能如果你是初学的朋友，要把苦功下在
哦，和弦怎么按响，以及他们之间的转化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节课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把这首歌学下来之后呢，欢迎在微博上面向我提交作业，并且呢，添加话题一起弹尤克里里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学的歌曲呢，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。这节课就是这样子哦，拜拜。